好，完结熊现场，我们先带你来看到是来看到这几张照片，我可以看到呢，其实，在全美现在各大校园里头，不再是这种轻松的学术或者是严肃学术的气氛了，而是这种比较紧张对立的状况，甚至还有非常多的暴力冲突发生。因为现在在全美的各大校园，挺巴勒斯坦的浪潮持续延烧，可以说是遍地开花。因为东西岸还有中西部的很多学校都有，当然现在这事件持续延烧，引发了全球间的关注。好，要来看到这是大陆的外交部部长助理，同时也是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他更是引述了美国资深参议员桑德斯的说法。桑德斯他当时是批评纳坦雅胡政府的说法，说不要侮辱美国人的智商。好，这一句话呢，现在华春莹也在他的 X 上头来这个引用。好，来看到现在除了在这个东岸的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还有包括了西岸的多所名校，加州大学的洛杉矶分校、伯克莱分校，还有南加大、中西部的德州奥斯汀大学，都有学生在校园里头扎营。他们要表达的一个诉求就是挺巴勒斯坦的立场，抗议以色列种族灭绝。那目前统计有900个人遭到警方给逮捕，而这其中大多都是学生，当然有一些是教职员工。好，纽约时报其实现在就形容了目前这个全美各大学的校园里头的示威氛围堪比1960年代全美各大学的当时是反越战的诉求。华春莹同时他也在他的社群媒体 X 上头 po 出了多张的对比照片，好，我们带你一起来看这个照片呢。很多人都说，哎，其实蛮有深意的，像是说来看到是警方不仅是进入了大学的学校校园里头驱散了人群，还甚至动用了电击枪还有橡皮子弹等等的一连串冲突的画面，逮捕了抗议的学生还有老师。另外有这几张照片是加萨的巴勒斯坦的孩童在哭泣，还有美国的同学们，这些校园的学生们，他们也在哭泣，因为他们是在大学的抗议示威活动当中被捕的女孩哭泣回眸照来作为对比。另外有美国德州的被捕的抗议者愤怒的哭泣，还有加萨的妇女是抱着孩子的遗体无声绝望的悲伤照片，形容现在美国还有加萨战场的现况。华春莹他现在更是呼吁说，不要利用反犹太主义来转移注意力，他强调每一条生命都是非常的珍贵的。好，另外要来看到是，其实在美国政界里头有非常多的这个政治人物，他们是不满拜登一直以来力挺以色列的态度。这是美国的资深参议员桑德斯，他就批评拜登政府援助以色列的立场等于是协助并且教唆毁灭巴勒斯坦人。 The US military is not dropping 2,000 pound bombs on civilian apartment buildings. The US military is not doing that.But we are supplying those bomb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s not blocking the borders and preventing food, water, and medical supplies from getting to desperate people. We are not doing that. But we have supplied billions of dollars to the Netanyahu government, which is doing just that. So this is not just an Israeli war, this is an American war as well.好，也由于这个中东局势持续的升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走访了沙烏地阿拉伯，会见沙特王储沙尔曼，他希望可以透过双边的合作平息中东的局势。布林肯是在首都利雅得的波斯湾合作理事会上头发表了他的谈话，确认送进加萨的救援物资可以增加人道处境好转，并且他也再次敦促哈马斯停火。Hamas has before it a proposal that is extraordinarily generous on the part of Israel. And in this moment, the only thing standing between the people of Gaza and a ceasefire is Hamas. They have to decide, and they have to decide quickly.好，布林肯他现在当然也是表明了他美国的立场，直接点名哈马斯是加萨人民与停火之间的唯一阻碍，敦促哈马斯接受以色列的休战协议，释放以国的人质。而这一回的中东之行，布林肯将会确认人道救援进入加萨的最新状况，敦促以色列采取具体的行动，要解决平民伤亡的问题。布林肯同时也指出，光是这样做还不够，依旧需要更多的援助进到加萨里头，确保以色列不会再次攻击救援团体。这也是以哈战争开战以来，布林肯他已经是第七次到访中东，希望可以力促以色列与沙烏地阿拉伯实现关系正常化，也希望可以斡旋中东的局势。好，回过头来要来看到是美国大学现在校园里头的挺巴这个示威
包括了抗议还有游行是持续延烧，当然现在有900多个人因此被逮捕。那在加州的这边的洛杉矶，加州大学的洛杉矶分校呢，也传出有挺巴人士还有挺以色列的人士两派人士的冲突。好，包括刚刚提到在德州奥斯汀大学还有哥大都有警方已经进驻校园要驱散人群，并且逮捕一些抗议的学生们。对此，白宫发言人尚皮耶他就表示，是否要让警察进入到校园里头执法呢？这是各个学校自行决定的。As far as police presence, that's up to th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at's for them to decide. And we have to be able to allow Americans to peacefully protest within the law. That is important, and that's what the president wants to see. I can't comment on every case. I can't comment on everything that we're seeing out there.好，来看到这些全美的从东岸到西岸，包括了中西部的多所大学，都是有数百名的学生因为在校园里头扎营抗议以色列种族灭绝，表态挺巴勒斯坦人遭到逮捕。纽约时报其实现在就分析说，美国民众现在对于支持以色列的立场是存在着世代的差距的。以上就是这一节的全球现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我吃了2-3天，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健康没负担。每日克斐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